我脸上，打个药，放鞭炮了，跟他们打，我们得小心谨慎。在后门口，我来了，还有一队，还有一队，我看到细节了，对，还有一队，继续等着。 他们一会儿就杀完了，老鼠人，我最看不起你。什么话？哎，好杀！哦，操，倒了，我可以救。他在这里，一边。我马上。那个往下跑，我在楼。你也得活。他要补我，你躲着点。他没法补。 有我在 ，OK， 我操，这也能躲？哎，往右挪点。哎，哎，哎，这个没背景啊！哎，哎，尴尬了。我来了，没事，可以救，可以救。他人在集装箱，快上来！我操，倒一个，油桶那个还在，最后一个了还。非常帅气的步枪啊！ 哎，算了。哎，哎呀，铁枪失误啊！死了死了。哎呀，很帅啊！是是是是是，只有他们。可是我摸的时候把他扫下来。左方有两波车，没，啊对，不行了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我被开，算了，你们别把自己扫下来就行。 掉了一个，我进去了，我先进了，我先进了，我先出去了。我感觉到了。OK， 起身。牛逼。那边摩托车上去了。谁有维修套件啊？哎，不要脸。有点吗？可以。他马上死了。我说的。他死了。OK， 他确实死了。 这把我力大，无论能不能活，有机会的话，请务必带上我的芯片。芯片捡了没？好像可能两个，可以甩雷。就脸上这个吗？对，就脸上这三标这个。炸了，两个，标点也有。 我白，你白。啊，这是有个蟑螂车的车身。是的。对，在那边。全都死了。 全闹死了！为什么会电网电死这么多人？牛逼啊！我们这个 team。